和撒拉的爱，赞美你，耶稣，仰望你的荣光，哈利路亚！把手举起来，你的慈爱，寻求你的旨意，哈利路亚。赞啦你的爱，赞美你耶稣，仰望你的荣光，哈利路亚，渴慕你的慈爱，寻求你的旨意，哈利世界万物都要赞美你，弥赛亚，荣耀君王，全地要一起来敬拜你。何善哪，你的爱，赞美你，耶稣，仰望你的荣光，哈利路亚。渴慕你的慈爱，寻求你的旨意，哈利路亚，我将用这一生夫妇敬拜你。 Yes， 哈利路亚，谢谢天父的爱，主耶稣，谢谢天父的爱，哈利路亚。天父的旨意就是叫我们要彼此相爱，相爱you
愿你
今天我们选择要跟随你，在你眼目查看决定，愿你新的我们因我们在这前的儿女哦，主啊，我们都是华人。主啊，知道你不偏待人，你看中这世界上每一个种族、每一个肤色、每一个语言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主啊，你在福音最后一棒，主啊，你要借着华人哦，将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肩负起这个使命。我们也愿意从现在开始来操练，如何的把我们身边的亲人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使命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、赞美和感恩，也让我们在地上的父母亲哦，我们特别是做父亲的，成为这个家中的一个完全肩挑起家庭责任的一个角色。主啊，我们也求主带领普天之下的父亲，更明白不单单我们要完成家庭的责任，在我们有生之年，在我们可以发挥我们力量的时刻，主啊，我们要带动着我们的妻儿、全家大小、我们的亲族朋友一起来完成你的命定，这是你的心意。谢谢主，加添智慧，加添力量，加添前途方向，道路不受任何的黑暗仇敌权势的搅扰，好让我们能够心灵的圣殿安稳在你的里面，时时刻刻有你的同在。不论我们在圣殿中的敬拜可以全然不受拦阻，而能够通达到神的宝座，当我们在外面的时候，如果有任何环境中的干扰，我们心灵中依然明白主的旨意，依然不断地领受从神而来的爱和圣灵的恩膏。谢谢主丰满地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